好。请问你喜欢的那个人是很难见到的吗？没有，因为我跟他就是几乎完全没有缘分这件事情。就是我大四的跟我朋友说我超喜欢他，因为我觉得他超帅，唱歌超好听的。你也喜欢他整个人的样子或者个性？超帅哦，超帅。是有超越王力宏的帅吗？不一样，不一样型的。他是那个比较你的菜，花美男的感觉。所以如果帘子阴柔的那种，如果帘子拉起来是王力宏呢？也是可以啦。天堂地狱，请。这边请，来，太软了。来，在那边好，来，拉。我跟你讲哦，拿一个。哦，拉这一条，它就往上跑，哈，往上跑。好，妖怪你要让开哦。好，往上跑。那如果你受不了，可以再把它拉下去。不能看。下一星，来哦，准备好了哈。闭眼睛。好，往上拉吧，来，开始。还没到，还有很多，还有很多，再上，高一点，高一点，再高一点，对，再高一点。面对一下，看一下。啊！我要哭了。我不太理解，比方说 ，Leo 为什么要托我们找前女友啊？我没有啊！你要找前女友，没有，你要骂他还是你还爱他？我完全没有，是那个对通告说明天有可能你前女友要来，我是说那我可以现在退通告吗？因为我很害怕，我很怕尴尬场面。所以跟前女友是有撕破脸吗？所以如果现在写着廖仁帅这扇门框的后面是你的前女友，她听到你刚才那番话，人在后面哦，现在就在后面。他如果听到了那番话，他心里面不会难过吗？哦，就是我只是很怕尴尬，对，真的尴尬。你跟他交往的时候，你是有劈腿吗？反正就是最后不欢而散。原来是你对不起人家，所以不想要再见面哦。好哈扣哦，这个节目。对啊。才知道。哇，那等一下见面要讲什么？好勇敢的承认哦。这不用承认。我觉得至少要道歉吧。你们找不到吧？是我们哎呦，我其实跟我们圈子颇有渊源啊，怎么会找不到呢？康永哥好像略知一二，好可怕。他的前女友是圈内人吗？跟康熙甚有渊源。看康熙来的时候，在片头听到那段音乐，常常会听到那个人的声音。康熙来了是你前女友唱的。他不是男的吗？对啊，旧版的，上一版，上一版的是哈，上一版是，你都把私底下的事情，你跟片头曲真的好有渊源。为什么这样子？如果我们把廖仁帅那扇门的帘子拉到膝盖的部位，你看得出来那个是安心雅还是你的前女友吗？他的腿是性感的还是文青的？文青的。哎呦，哎，这样讲好伤人哦！我被你套话，为您服务。你根本死神吧？可以吗？啊，停，跟我讲。再来。还是只有鞋子啊？再来。这高度可以吗？我们先停在这里，先停在这边就好，先 hold 住。然后我们要跟王凯蒂和李佳玉聊。OK。还是要解决掉我吗？慢聊。解决掉我。现在解决掉我吗？你有什么话对他讲？没有，就是赶快揭晓吧。讲真的，你是有要跟他道歉还是什么的吗？就是谢谢他以前在一起的时光，大家。他腿有一点颤抖，哎，那腿是不是在哭啊？太可怕了吧！我觉得他的脚有透露出愤怒，哎，你真的好啊！愤怒有，你看他，哇，谁？到底是谁啊？所以你有把握这个不是你前女友？我没把握啊。所以这边都还没有勾起你的回忆吗？还没勾。你这样认不出来吗？在一起三年，我认得他的脚。我这个只是个鞋子，哎。可是她是会穿这种靴子的女生吗？
好像会。陈晓东就是希望可以就是一起慢舞，然后我不要在那么紧张的时候想到肤浅的东西啊！赶快让开啊！慢舞就是那个苏有朋啊，苏有朋来过，他有演过，著名啊，非常就是，所以苏有朋算一位对不对？吴奇隆，哦，吴奇隆我也想看，吴奇隆啊，太夸张了吧？这不是很，因为你也想看，为什么吴奇隆到现在还没有请到啊？对啊，损刷一起，大家一起看。我那时候生完第三胎复出，不就是说我最想要遇到的人是吴奇隆？我们好像制作人有去接触过，就有他说，就是他其实对于还没有做妈妈的女生，我还没啊。哦，对。对啊。哦，我们当时是以小 sorry， 我没有什么意思，所以就是吴奇隆为他而来，然后我可以顺便看一下的意思，是不是？吴奇隆万一来了，他可能就是对于还没有做妈妈的人就比较……哇，所以小 S 你还沾光了，是这意思吗？你先不能外人啊，没有外人是不是？谢玲，我跟你讲，你的帘子后面有人。开心的吗？还是像上次一样那种复杂的情绪？如果不开心的话，你们还要继续造孽吗？如果你会，如果帘子拉起来，你会不开心的话，《康熙来了》明天停播。哇塞！赌太大了吧？真的假的？2亿美金？赌太大了。好，所以你先。等一下，你停播的是有经过我的同意吗？你要一个人主持是？因为我手上也只有这个节目，你不要。我也是。叶一玲，麻烦你到你的门框旁边去。干嘛？500啊，皇上啊。I don't scare。你不怕对不对？我超不怕。不可能。哎呦，讲你站好哦，站好。我觉得应该就是皇上啊！谢依霖笑成，你不用闭眼睛，我们先到膝盖来。你们这很挑战你的排尿功能呢。来到膝盖，到膝盖来。我爸，你可以看着。停！皇上，苏有朋来了。我怎么谢依霖？谢依霖，到腰。停！徐熙娣，到门边去。不可能！真的假的？我才刚刚从那一层下去，我地位很高哎。I'm so sorry。你站好哈。不可能。谢依霖，到底。锤啊！吴奇隆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我是为你而来的。